早上的9:13，我们昨天打了5-3、1-5-3-9，礼拜一开奖就中了两碰，中了7尾8尾，中了两碰。那我们今天呢，12月12号，我们准备呢的今天的发财号码，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那12月23，我们现在今天是开第九次，以往中了四次，A 次中两次，B 次中四次。我相信你这个，我们是用凹的，也就是说你两次你就做两车全车。今天碰到第五期，你应该乘以0.5，听清楚了哦，今天是第五次独资全车没中，你 A 组牌要乘以0.5，就等于350，要加150就450。B 组牌不必乘，因为 B 组牌我们有中两碰，中两碰。先看看 A 组牌。全车36，全车36乘0.1就300，那是1:8。现在已经开四期没中，所以你今天乘以0.5，1.5就是450啊。B 组牌彩注是144144，36碰三尾碰五尾，36碰三尾碰五尾，两三星乘一，乘以0.1那你看我们这个乘一就这样子，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28一条，36一条，五尾一条。这是 A1 组就是2836乘五尾，两三星，这个本钱也很少，等我再跟各位，跟大家讲一下，我常常有一碰独碰就中2836，这就是独碰，然后乘五尾，有中的话，中个两星你也赚，可以获利不少，这是今天台湾539的发财号码，客户有问题有困难，我这边可以借你发财金，但是。你如果有事，我们就不要。但是这个赌博跟投资股票一样，每天要开盘，这是不能停的。如果你没有钱，我借你发财金没有关系，帮你渡过难关。因为你自己的错误投资方法，不关我的事啊。但是我还是很乐意的借点发财金给你。如果困难打电话到0979-040-0492，找燕记者。我不是每天都收你的钱我都帮助过很多我的老会员，我的老会员从头跟我到跟到尾，就是因为我不会一个人只要看的钱很重收钱不吐钱我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我唯一的好处我不自私的人